娘现在已长大，听说她妈妈要她早出嫁。当时这姑娘有怪脾气，听了她妈妈的话，不睬又不理。有一天我经过她的家，她对着我笑眯眯不说话，说她有一事无意，从此见了我总是笑嘻嘻。十七八岁的姑娘虽不相爱，但是又怕姑娘脾气不乖，想和她做个知心朋友谈谈爱，又怕她掉过头来不理睬。隔壁的姑娘现在已长大，十七八岁的姑娘像朵花，当时这姑娘又怪脾气，喜怒哀乐不说一句话。隔壁的姑娘现在已长大，听说她妈妈要她早出嫁。当时这姑娘又怪脾气，听了她妈妈的话，不睬又不理。有一天我经过她的家，她对着我笑眯眯不说话，说她有一事无意，从此见了我总是笑嘻嘻。十七八岁的姑娘虽不相爱，但是又怕姑娘脾气不乖，想和她做个知心朋友谈谈爱，又怕她掉过头来不理睬。隔壁的姑娘现在已长大，十七八岁的姑娘像朵花，当时这姑娘又